我首先特别跟大家报告一个，就是说，我们 Open Data 事实上大多很多都是以技术为关联，可是它跟政治有关，所以我们其实有特别找到这个高雄大学陈文生，他是 副校长，他是政治学的博士哦。那我首先就问那个陈副校长哦，因为他其实哦，我为什么在找他呢？因为各位知道现在中东有时候很乱，对不对？油价会飙来飙去，像那个伊朗啊。他就是伊朗的专家，好、哦，那特别是各位知道那个中东之春啊，哦，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我首先就要问说，我们的陈副校长，其实如果说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哦，Open Data 会不会像人家？你看很多的国家，他 Open 的时候，他也会很害怕，万一 Open 久了之后，万一这个政权被推翻怎么办？我们台湾前阵子也差一点有这样的情况。哈哈哈哈哈，不要说然后台湾还是说，其实台湾跟刚刚国会长所提到的，说跟中东嘛，那其实政府就有北非跟中东那个叫茉莉花革命嘛，哈、嗯，那其实我们跟他们想更混到中间，因为我们跟他们的，我们是民主化的国家嘛，啊，一定对大家觉得怪怪的啊，但如果从民主意识来讲，中东北非的国家是威权的国家，因为它还没有民主化。那民主化的一个标准很多指标了。那台湾为什么说它是呢？有很多比较复杂的指标，跟那边的研究了。那台湾至少就是说，从一个从制度面来看，从制度面的指标来看，台湾达到民主化。那基本上就是说，国际的那个宗教经济学大家的共识就是说，像那个三庄航平等啊，航平对应这个模式很重要，就是说二次轮回的一个标准。那台湾二次轮回就是说。一本来是我们过去威权是从国民党开始，然后大陆不是有两蒋在是威权，那后来不是就民主化，就是台湾的一个总统选举嘛，那这是一次的轮替啊。那另外就是说，民进党后来是特别选上总统，那这是两次轮替。这个从制度面来看，还是台湾想要民主化。那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说两次轮替，就是说第一次你才变成民主化，那可能另外一派不甘心。那另外一派呢，也当上总统的时候，他也执政以后，那大家就是平手，那就会帮民主化。为什么这是一个指标呢？因为从拉丁美洲或者是其他的国家，他虽然走民主化的，他走一走啊，民主化一个大家一般认为说叫定期的公平的竞争性选举，有选举就是民主，但是它是一个初级的指标而已。那很多国家它是威权走一走啊，走一走，像那个前阵子不是埃及就是。走民主了，后来是总统也是选出来，而且被推翻了，那就是他又走回头路了。就是民主政治，他可能是有可能是直线，不一定是一个直线的这个成长，这是一个。所以台湾是民主化，所以会长刚刚我提到他要比较重视的重点，说 open 这条路应该民主政治上，应该我是这样子。那只是说我补充说，应该说 open 是对台湾来讲是一个民主有架构的，民主的那个制度民主。说你的以后的民主的品质，就像美国英国为什么还要走 open data， 因为民主还是有进阶的嘛，还有优质化的民主，不只有民主架构而已，还有各有各的理念。好，谢谢陈副校长哈。那我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台湾的 open data 现在是由这个科技会报这边，然后张仲伟这边是负责主政哦，然后林考会应该是负责。那未来我不知道说，我觉得接下来这个问题就要讨论两位哦，是政府的代表，未来半年哦，它的这个方向最重要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现在政府执政哦，讲久一点像太远了，哦，讲2010都太远了，半年就好，未来半年要做些什么事情？我想Open Data的推动，大概应该我要讲的第十遍，就从大概，因为这个主要是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在做了，那确实我们看到。因为很多国家的这个 Open Data 成后呢，这个第一个当然是政府效能提升，那更重要的是带来很多产业的机会。那所以差不多在去年就开始将近那这个又正好跟今年我们在政委来推动几个方向啊，很大关系。一个当然就是云端，那云端化结果是资料就很容易取得。那在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些资料的这个整理成后，变成有价值资料给大家一起来使用。那所以我想，这整个从今年年初的几个行政策略我们开始推动。那当然，第一个工作就是我们确定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供给端。那政府供给端就是希望研讨会能够从政府部分部会呢，
都能够要能够把资料拿出来开放。那当然这个未来半年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说把更多资料开放，那开放的品质更好。那这个当然在我们的角度是希望协会的帮忙。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所谓的这个consumer的消费端，那我们就请那个工业局在这边，我们刚刚就讲过了，大概就是今年有9200万的经费，希望工业局利用这个已经 open 出来的 data 之后呢，然后跟您就是一般的产业看怎样的一个鼓励跟补助或合作，让这些资料能够有真的产生一些价值。那可以想象就是未来这个半年之后，这个就是把刚刚讲的解决完，一个就是把供给端的资料一个更多开放，然后呢开放的资料品质更好，这个需要协会帮忙。那另外呢在消费端，那也需要协会帮忙，就是怎么样把政府资料呢做一个很好的价值应用，然后呢再来提供很多的 feedback 再回来给供给端，怎样做更好的开放。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这样的整个的政策刚刚启动，未来半年就是大家努力把这个政策真正落实做，这个是我看到的。当然研讨会是我做那个单位，那各位参与。谢谢。就是说，研讨会这边基本上是负责政府资料的开放。那在讲政府资料开放的时候，那我们回过头来就是，其实现在有一些人在谈的政府治理。其实研讨会在以往就是我们自我期许是成为政府治理的一个推手。那资管处这边，我们最重要的要做的，其实是说 ICP 怎么跟治理的一个结合。所以在我们这边，我们从几年前我们就开始在谈所谓的电子治理。那我在谈电子治理的时候呢，我们在谈的什么？其实我们在谈的是透明化，还有所谓的政府机关的法规则性，还有民众的参与，还有效能的部分，也就是我们最常讲的 transparency 和 participation 跟 efficiency 这一块。其实这就回过头来再说，那我们为什么不去谈 open data？ 其实我们不谈 open data， 我们在谈的是什么 open 的一个 government。我们希望在谈的是一个 transparency 的一个 government。 为什么要谈这件事？因为只有这样子的话，其实才可以让民众信任政府，才可以让企业愿意和政府合作。其实这就刚才副市长所提的，只有这样子的话，其实政府才会有往前，那也才能够去落实所谓的民主。也许各位会觉得说民主好像离得很远，其实没有，它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而 open data 其实是一个手段。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段？那就是在于说，我们希望改变政府的一个心态。好，虽然我自己也是政府的人，可是基本上我认为政府的心态必须改变，必须把这一个门打开。而这个就是 Open Data 我们想要做的，把政府的门打开以后，各位可以看到政府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保障。这些保障其实我们在跟机关沟通的时候，就如同早上有很多人提的，那如果这个资料没有人要用，政府为什么要用纳税人的钱去收集？其实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跟机关在谈的，你把资料打开来让民众检验，不要政府自己检验，第一个。第二个，其实我今天蛮高兴就听到很多人讲到我们在跟机关讲的，政府不要去开发 APP。 好，那是旧的思维，政府该做的民间该做的大家讲清楚，政府该做的就把资料品质做好，把资料的标准做好，把资料开放出来。其实是没有理由的，政府必须开放，资料必须开放，就这么简单。所以在未来来讲，未来半年要做什么事，其实我们持续做一件事，就是说服各机关，协调各机关该改的法规实际上他们去改。就如同可能大家都有点偏见的是说有关这个内政部这个实价登录的部分，其实内政部的同仁他们非常的愿意开放，他们不是不愿意，那是因为法规的限制。所以其实透过持续的沟通协调，到最后他们去变更法规同意了，其实资料就开放了。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在跟各机关在谈的。其实我们跟各机关在协调的过程中，他们最后遇到很困难需要我们帮忙的，就是法规的一个调整。那我们就是逐步逐步的去identify出来到底是哪些法规必须调整。所以在未来半年内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持续的开放出来。我认为政府不会是没有用的，政府要做其实有一件事，打开打开打开，就这样，就这么简单。好，谢谢。谢谢。事实上刚刚那个副执秘有提到那个工业局的那个9000多万的计划，
他就会比较想说联盟是来分这个钱哦，我们绝对没有这个心态，反而是看紧这个钱，因为原来这个我记得在设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比较科专计划这样补助？那事实上我们自己目前的建议是说，就一般的公司来说的话，像我们自己，我就觉得去申请这种计划，以我们公司来说的话，我就觉得浪费我的时间。你给我500万，我就觉得太少；给我1000万、2000万，可是政府预算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不会拿这个钱，我们是要赚外面的钱，赚企业的钱。所以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建议是说，这个要给年轻人，要找到一些创业的机会，因为年轻人你给他50万，给他100万，他就可以做出很多事情。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一直都有在建议说。工业局这边怎么样好好善用这笔这种可以来补助国内的一个钱哈、可是我心里面还是有一些好奇，就是说当然工业局能够提这个部分真的是很棒，可是问题是说台湾哦向来都是硬的还可以哈、但是硬的现在压力也很大哈、软的向来都是软的，对不对？好、向来都是软的，软的人家过去都要靠政府养哈、那我不知道说王副主席之命。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真的会有机会吗？我们可以做 Open Data， 可以造优质的这个知识产业，可以一直带动起来吗？那个其实已经有一些例子成功了。我当时就碰到，就是其实刚讲没错，就是我们现在慢慢的会转向服务。那其实服务一个最重要的是内容，那内容当然离不开 data。所以当政府把资料开放之后，政府当然是哦，我觉得因为这个资料是可以说是从我们的黑口可以选就会产生的资料，那这有时是蛮有价值的。我就举几个例子，就像光气象资料已经产生蛮多的价值，是不同的资料。那当然内政部有很多资料，就是我可能刚刚讲的私家政府资料，现在像我知道一些防空也可以用这个，他也可以用到这个来对他的客户做一些价值服务。那我们也看到，比如说那个未来就是有很多资料，像反正我们办了几个应用的所谓的比赛，比如说故宫啊，故宫它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 content， 那故宫里面的 content 如果它这个目前已经 open 出来了，就可以做很多这样子，那当然就从这个 content 我们就有很多衍生的服务。那像圆明会，我们也补助圆明会做 open data， 那圆明会就把台湾的很多的就是像一些所谓的这个 information 把 open 出来之后呢，对它的这个所谓的观光去比较帮助。那观光这里面有观光局啊，有包括现在可能啊，就是说其实大家可以想象，比如说健保局的资料啦，其实很多部会、内政部、交通部，都有很多资料。其实那个 open 出来之后，其实可能会衍生的 application 就它的 service 就很多。所以我想说，这个大家都有创业，创业在人间，不会在政府。政府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障碍把它拿掉。就刚才牵涉到，不管是心理障碍或者法规的障碍，拿移除之后呢，其实有很多资料是可以 open 的，或者去个性化的是可以 open 的。那再来就是，一旦 open， 我想民众民间就可以根据这个资料的它的性质，然后再加上可能有一些需要一些所谓领域的整合、跨领域的整合，一些保险 expert 的整合之后。就有很多创新的部分出来，那这些东西出来之后呢，其实一旦出来之后，这个网络是没有国界的，所以既然如果这东西可以出来，有一个创新的部分出来的话，其实这个以前我们讲说软体要走出台湾这个国界很难，但是事实上如果将来很多这种介入之后，所谓不管是用 APP 的方式啊，或者用设备的方式，或者云端的方式，其实这个服务都可以出去。所以我想这个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如果这个台湾是有创意的地方，如果政府把资料公布出来之后，如果让大家去发挥创意，那我相信台湾在这里面未来所谓的转型一个机会就出来，不会说以前是 SI 要去包政府的话，这个带出去到其他国家会有困难，而是在未来的这个所谓的云端的架构之下，服务这个无国界强之下，我觉得台湾应该是蛮有机会的。好，其实在我们很多的背景，包括在座的很多背景都是属于资讯的、电脑的都没有问题，可是我就想要同样问题来问，因为陈副校长他的背景是政治，他是文科的哈、文科这个从文科的角度，台湾有一半人都是文科的嘛，有一半对不对？至少三分之一哈都是文组的，那文组他也不大会写程式，那你怎么去看这个知识型的产业？有没有办法？是不是真的？如果大家所说的，他真的有办法去创造一个商机出来？这个问题就。知道我是我哥，你要考我这个问题，就故意啊。那从我们的角度，应该是我们属于社会科学，那刚我们分两类嘛，
展科学做的比例。那自然科学现在重点来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现在有功能性的波涛了，社会性的干嘛去？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我看以这个彭博士的例子来看，就是说，其实现在让社会科学的文创行业，就是我们也会认为说，你一定是，就是说从经济的产品循环来看的话，你刚开始的东西都是越风险越大越有赚钱，越有创新性越有赚钱。然后大家都来竞争，就是说变成摸摸花火，这个道理是理解。就说，那从这个这个软体或做 APP 这些产业来看，或就我们来看，其实像我们过去看那个很多电影，像去美国的、英国像那个什么叫什么魔法，其实它都是文创嘛，用社会科学结合这个自然科学的东西，其实它都是一个创意，就不同的他们你喜欢去产生的创意。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凡是创新才会有新的一个商机。那从台湾的发展来讲，就说软体，我刚刚看到那个局长讲，其实我们软体不行，可是现在不行，在未来不行。那现在国际的趋势说 ，Open Data 像它美国、英国都比较前面，那其实我们赶快跟上，赶快跟上，其实我们还是非常有机会。从我的角度来看，我知道子涵兄哦，刚刚从韩国回来，对不对？子涵兄他其实他的好像几乎每个月都在出国。而且他，我们知道各位，各位很清楚说，他对于 open data 这个事情，不是今年，是好几年以前就在关注这些，是台湾很早对这个部分关注的一个人士哦。所以我不知道说子涵，你看过那么多的地方，那么多国家，到底台湾现在的这种 open data 的这个方式的制度，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国家是可能跟我们类似可以做的？因为我们实力没有办法像欧洲、美国这样在走，有没有什么好的例子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和建议？我觉得可以从一个心态来感觉，因为相对来讲，我们做这件事情其实要有趣的，还有弹性。所谓弹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和一群朋友，跟大家做出一些 model 模范。那不管是对公民社会，或是产业发展，或是社会发展，甚至开放政府、开放政府，希望往这个所谓大中小公民去。这一百年前的概念哦，去推想的。所以其实我举例子，虽然。英美或者叫 G 发，就是 GA 这些高风险，它其实在我们讲这些事情上都有一些联盟的建设跟策略，但其实在亚太各国，台湾的发展算是非常容易被讲出来的。原因是我举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有些国家还有 top down 从上到下的政策，比如说我举例子像韩国 ，OK， 首尔。它的 data portal 已经有110万笔资料，2019年就上线，可是它不是 open data portal， 非常漂亮，非常干净，很多人在用，就它的需求非常多。OK， 所以我就说它有 top down 的政策嘛。那这样的例子，其实你在很多的国家是没办法落实的，因为大部分的国家没有这么强的中央集权，或者像首尔市长先从五党级，最后再入一党，这样去玩这个游戏规则。OK， 那有些国家呢，基本上是只有发生大的。比如说，大家可能想到柬埔寨是亚洲做 open data 做的最棒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国家没有 open data 的天堂，所以民间有一些人就想说，如果我外援，比如说我美元要进来这个国家，我总要了解市场现况嘛，我要了解我平时怎么分布的嘛，我要了解我的地这个讲的，比如说地理测绘，我的农田是分布的这些东西，我政府根本没有数位化的资料。所以一群民间的人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就把一个网站做出来，叫做 Open Development Consortium。所以这个有点好玩，就是说，相对于在一个封闭的国度，他做的东西，他也不看英国，他也不看美国，他也不看欧盟，他也不看日本，他也不看越南，他就自己讲出来，他就针对他的需求是什么，真的好好的做起来。做起来之后，接下来每个人就一直进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说，相对来讲，虽然台湾在国际的资料流，甚至是金流，因为会政治情势，所以你不容易跟区域串，这是现实嘛。但是你一个封闭的场域，你真的做出什么东西来，你要拿出去讲，甚至是扶持台湾的 ICT 产业能够出去，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我再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韩国，就是上不到韩国嘛，韩国的地方法院。那个法官就问我说：“台湾为什么 open data 可以办这么多的活动？”就是到从2009年到现在，包含在场有很多
先进前辈，我们台湾办过的 Open Data 公开的活动已经210几场了，公开的亚洲面的国家可以办到这种生猛的民间活力，所以表示说我们民间的有很多泡沫或者 vibrancy 就是活力可以这样做，但是怎么样在 top down 跟留下的善治的 transition 转换做得顺，当你这个 model 做得好的话，台湾大概到 Open Data 跟实际对它的发展，还有后面所能带起来的产业往国外走，就会非常的顺利。包含我们就已经接到了伊朗政府，伊朗政府会啊没有这种案子啦，但伊朗政府会问我们说 Open Data Project 把它比较怎么写？有没有想过你们是做 Open Data Project 从上游去做？台湾其实可以做这个东西。对 ，Open Development Cambodia 他去邀请他来问我们高层 Model， 你能不能进去 support 他们做这个事情？哎，我们只是一个还在募资中需要大家帮忙的基金会，但是已经有很多的 business 可能进出来。那日本我们也在一个封闭的群组里面收到安倍政权，安倍政权就是他们的内阁府嘛，在里面问说我们看到你们台湾做了这样一些新闻在英文媒体上，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意见，看日本现在怎么做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日本是总体在他不装坏的，日本也不装坏的，有千多个地方自己的自治团体，大家就慢慢回来，等到最后就会怎么出来的。但九千多个在这个年代自治团体，你要解决 Unicode PUA 的问题，你把问题就解决不了。所以我觉得台湾在有什么国家可以学习，可以看英文，但是亚洲各个国家，可以多看大家是怎么做的，然后想想自己做的什么东西在这边是有用的。你这个东西有用，事实上台湾的国情跟 ICT 产业什么，你要一处处都其实都很简单。只是有没有这种野心，或是贪心，或是贪心，或是这种期待的情绪在里面。我再追问子涵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个 NGO 是需要很多 open data， 可是台湾的 NGO 其实是蛮辛苦的哈。像我不是说子涵的 NGO， 子涵的 Coco 的 model 他自己有技术，他可以 survive， 但是他希望变成一个基金会。我参加过他们的活动，我非常感动哈。可是其实很多的 NGO 他其实是很难 survive 的。那你对于这个 NGO 哦 ，survive 用，其实 NGO 是最应该善用 open data 来提出很多意见，你有什么建议？我觉得，比如说40年前，你 NGO 在社会上有机会的投票，投票这个东西是需要辅导的，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日本战败之后，宪法被修正，宪法19条，投票这个动作有点像是60年后现在讲非谈，以前是在讲投票，就是投票是一个 NGO 或是一个政党或是民主社会参与国家事务发展的一个最直接的方式，这个是需要辅导的，可能要花10年20年。那我觉得它的 NGO 现在面临一些状况，包含就是 NGO 一个缺乏资料内化，用资料来做判断的基因，就什么东西其实都绑在人上，就是你有凝聚出来这个就是活该，你没有凝聚出来就你没有法可以依嘛，你没有办法依什么法。那你透过资料其实你可以看出，比如说你的就很实际的事情，比如说你 NGO 的市场，梦想市场想要发展的面向在哪里，有多少人，你可以怎么样的发展，东西用的是有效率，里面的安排是有效率，其实这个都跟资料有关。但是 NGO 处理的层面跟问题层面，就是社会是由政府在 support 的，所以你一定会碰到 open government data， 包含你很简单的要发现一个地图，你就必须常常看政府的网站，所以你有基本的能力去甚至是看或是跟 open government data 一些 community 合作去谈，有时候会省掉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是内化基因，然后效果，然后不能说嗅到市场，就知道你 NGO 接下来要怎么做，会比较有效果。有效果不讲就太不实话，我们不讲效果，谢谢。事实上，我觉得我们欧盟那联盟其实还需要更多的 NGO 吧，因为 NGO 我也参加过蛮多的 NGO， 但是 NGO 对这个东西，因为去搞 NGO 的，他可能对于财富或各方面，他有很高的理念。可是对于这个新的技术，事实上可以用得多，帮助他更多、哦、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多介绍一些 NGO 到联盟里面来、哦、那我不知道说简副总，你们其实在做这个政策的时候，我相信也看过很多国家的政策。你们现在是有一个想法，是照着某一个国家或蓝图在看这个事情吗？还是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国际上的趋势？国际上的趋势我们会去看，但是我们认为的是说每个国家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其实我们也不会去说一定要跟着美国走，或是跟着英国走，或是跟着哪一个国家走，因为每个国家到最后都要发展出来自己的特性。所以
其实就如同刚才子涵所说的，其实当我们自己去发现你的需求是什么的时候，去走自己的路，其实效果会更好。我也非常同意他们说，从以欧洲国家来讲，他们在Open Data的一个做法跟美国其实就是不一样。那美国的做法跟南美的做法又不一样。那如果回到亚洲来讲，其实就如同我们在跟韩国的政府，或是日本的政府、泰国的政府，甚至新加坡的政府在谈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每个国家它的专注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国家它是以捧红我自己的国家为优先，所以它会做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号称什么都做了。好，那有的国家它是以实际的民生为优先。那所以在这些我们在跟这些国家在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到其实台湾的差异啊，就如同刚才子涵所说的，其实不是只有上到下，其实还有是从下到上的一个需求。所以在我们这一边，其实在当我们在谈 Open Data 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想法并不是只有从比如说从行政院往下开始去推，那我们更需要的其实是社群的合作，也就是说社群提供看法，那甚至说社群告诉我们有哪一些其实是真正需要的，那我们就逐步去谈，去说服，去说服机关。那尤其是包括到说有一些想法怎么做，那告诉我们，那这个都是建立一个新的一个合作模式。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推动 Open Data 的过程中，我们希望除了 Open Government 以外，其实我们也希望创造的是 Government 跟 NPO、NGO 的一个合作模式。好，那 NPO、NGO 跟 Government 其实是一体的。所谓的一体是说是一个 team 的概念，而不是彼此对立的。好，那这也是我们在 Open Data 的推动过程中我们想要达成的。好，谢谢。那我们现在节省时间了，就直接开放三个问题啊。那每个问题一分钟时间，好不好？请问各位有没有任何的意见或需要询问的？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刚才一个有提到这个问题是蛮有趣的，其实跟几个社群的也谈过。我们刚开始在 Open Data 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在问这个问题，我就跟社群说：“哎，你们希望我们 Open 什么资料？”那后来呢，我们的社群朋友就跟我们说：“啊，我又不知道你有什么资料，你一直问我做什么？”那所以后来呢，我们最近其实在前几个月开始，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我们要求各机关盘点他的资料，然后把资料盘点出来的清单好给我们。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资料 open 出来，好，那等于是说让大家知道现在政府有哪些资料，然后告诉我们，好，这些资料也我们也要求机关你要先排出来哪些是你要优先开放的，那而且必须把时间写出来。那另外有一些是比较后面他才要开放的 ，OK 的没问题，那让民众来看，就说民众来看，他认为这个应该要先开放，就把先开放出来。是的，会有个清单，我们要求各机关必须把清单做出来。那我也不否认，现在各机关有些有反弹，好，那这是我们要协调的。有些机关他认为说，这个是属于个人资料，这些属于什么安全之类。Anyway， 反正对我来讲，那你就告诉我为什么跟各自有关嘛，那你就告诉我为什么跟安全有关嘛。那不能处理，我们协调的，这怕什么？怕什么是我自己家的？那基本上举例来说，我们最近有一个就是犯罪统计的资料。好，那我们在开放的过程中，从我的角度，因为它是以段为主，比如说几号到几号，它不是到特定的一个地址，所以基本上它就是去除特征。那从我的角度，它就是在开放。好，那没什么。参加那个食品安全的 Open Data 的活动的会议啊，我有提到一个是功能论来，就是说，因为上个礼拜是提到那个食品安全，那相对会联系到人的身体那个健康，那我说可不可以请那个
健保局啊，把就是全台湾的所有医院，花费最多的治病，比如说糖尿病啊，或是肾啊，或是心脏病啊，或是肠胃啊等等哦，把它 open 出来，然后呢，透过这个疾病来研究一下，为什么台湾起肾会这么多，问题出在哪里？到底是因为吃的问题，还是生活的问题，还是环境的问题？那我是比较期待说，很盼望这个 open data 的联盟，不是只是说业界能够做一些赚钱的工具而已，而说能够更扩大，对整个我们台湾社会，甚至整个国际社会，有一个更良善的一个功能效应。也就是说，比如说我那一天我就提到那个什么洗肾，其实我们很多洗肾，这是一个中医师、台大医师跟我讲说，都是喝那个铝箔包的那个，因为铝箔包的饮料，每一包里面它有限定那个所谓的防腐剂，是 ppm， 那是一瓶。但是我们很多人一天不止喝一瓶，你喝了两杯的那个铝箔包你就 over 了。那所以很多他说，当然其实不是完全这个，但是那不占绝大多数，就是元凶之一。那他刚才讲说他不好意思讲，因为他讲会害到很多那个厂商。可是我觉得说，讲把它 open 出来，然后我们从病为什么这么多，把它追回去，啊，结果原来元凶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考试。我不知道open电台里面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构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 open， 不是说拿来赚钱，而是能够更加进一步的让你的社会能够有一个完整监管或是改善的机制，啊，或者是再加一个，就是说我能不能建立健保局、中油、台电，你们要涨价，请你把你的那个成本分析表公开出来，请你把你的资产负债表、你的那个所谓的损益表公开出来，让全民来跟他这个检验。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涨价？你的经营不善，为什么嫁接到你产品的你？那我是更建议，我那时候本来是想跟马英九见面，这是一个参考，就是说，你今天要十月要涨价，假如有本事来主持台电，我但不涨价，而且减半的话，我请你当董事长。好了，不行了，请你下台。也就是说，你营运不善。不能够请人民来负担，那把这个资料 open 出来，全部都台湾的人民来跟他这个角色，我想应该会有帮助。谢谢。我作为他的意见，不知道那两位谁会当，因为其实那个大家的呼声是一起的，就是说 open 在前面那段资料，我像五十个对政府，超过五十个都容易啦，可是那个五十个可能都不是我们要的，就还不够精确。你们怎么样去克服像健保局跟食品？哦，事实上，今天食品我们还有位嘉凯在那边哦。嘉凯其实他推动一个富的计划，他应该是下礼拜、下下礼拜对不对？我们圆桌25号还有一场，希望各位有机会可以到那边。嘉凯他那边有一个计划，所以大家那个计划可以在那边观看。我不知道就是说他的问题，其实比较多那些像，比如说油电的成本、估算这种东西，或者说更细部的那种敏感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方式要怎么推动？我刚刚讲，就刚才提到的问题，在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哪些资料该开放，政府的资料，其实很多时候，政府其实有很多资料是 raw data 没有整理过的资料，所以就说这个 raw data 如果说要稍微整理一些有用的资料，那也不需要写多少，因为有时候做的是bottom up 的事情，提出的需求，因为我做这个服务，我签这个东西，然后经过协会的帮忙，可以跟政府去建议，那政府当然就会去。那另外一个回答的就是说哪些资料到时候当然要求比较敏感的资料，其实大概有几个话，我想说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资料很多，但是能不能开放会有几个考虑，所以刚才讲到现在台湾有个资法，这个东西开放出去会不会影响到所谓人民的权益跟隐私权，这个当然就是要评估了，所以我想这个在我们开放里面各单位包括研讨会会做出这个考虑，当然在资料要开放，但是要同时顾及到我法的限制，那但另外一个限制就不会被法，就是说这个资料能不能免费开放，这个也是牵涉到很多政府的所谓的法规的因素。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过去为什么说我们推这个实，其实概念很简单 ，Open Data 其实概念很简单，可是为什么它需要花一年时间去推送，然后到现在为止开始慢慢看到一些成果，就是在处理这些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找。科技汇报行政院的这个所谓的跨部协调角色，就请各部委来讨论，请主计处、请保卫这个地方保卫会
请各单位来讨论对每项 data 来讨论这个我 open 会不会触法，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你的权益。那当然这个有很多，比如说刚讲健保资料就是一个很好的，健保资料其实有很多的人权团体是反对开放，所以我们又要跟人权团体去沟通啊，比如说为什么这个资料，为什么看出来是，刚刚讲很多时候我们开放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公共的所谓的这个社会的福利。那在这个情况下，还是会有很多这个不同的团体做健保的声音，所以有很多东西其实的确是需要一点时间去沟通协调。那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所以我想还是一样，就是说巴特纳希望大家能够提出需求，然后呢在我们能够就说我们会根据需求，在我们在行政院这边呢就会请相关部会，然后来再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甚至里面的团体来进行讨论，什么样的资料要做什么样的处理之后才可以开放。我想这个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现在这个绝对不是单方面决定错，说给就给，或说开放就开放，或者是说收集就收集，这个还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好，谢谢。我或许我们这个可以另一个时间再聊。我说你只要 open 说钱花到哪里去，哦，比如说因为这个糖尿病你花很多钱，或是你不要把糖尿病员工付嘛，对不对？你说花到那个洗肾花多少钱，那我们就从这边追出去嘛，为什么那么多人洗肾？哦，那钱比如说台电说他有那个不当的，这个你们都不知道，但不当的那个掏空他钱不当的那个补助嘛，那你钱为什么都跑到那边去？那就出来了，好，也就是说你只要叫他公布他不敢涨价，不信大家试试看，你叫他公布是保证不敢涨价，因为他一公布就穿班的嘛，了解意思吗？谢谢。好，其实或许我们联盟，我们或许网站的部分设立一个专区，大家要什么 open 一起来，我们会诊，如果我们一起送出去，他们会大家会比较，政府会比较买单，对不对？不要一个一个来谈，他们也要花很多时间。最后一位。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人民啊交了好几，这个就是说交了很多的税，每年也都是要交，但是我们相对的政府的话，他给我们什么东西，就是值，很值得我们去 critical sense。所以政府来讲的话呢，他的以前国父就讲了嘛，就是说，随处寻娱乐嘛，那这个六个方向去做，这是一定是一个对的方向。另外一个人，因为我是福大统治系教授，我就感觉到我们中华民国，这我们中华民国政府事实上在统计资讯方面来讲，已经是工作的是很好的啊。你看我们国家的体制下，各个单位都有统计这个单位的存在，但是这个统计资料它怎么样发挥它能够对人民产生福利的这个效果，这方面是整治的这个忧虑的。以前我在那个交通大学，我们交通大学接的教授接了很多这个个案，那个不管是国科会的哈，政府的很多的这个个案，我们也有建议，建议像研讨会这种单位，我们提了建议，哇，这个整个国家看有一个很大的资料库嘛，你各个单位去做那个统计的资料，那如果能够研讨会这个负责这个。在这个他的工作来讲是很合适的，我们把全国当成一个很大的资料库，那这个在这个六个指标之下，你这些东西统计出来的本来就叫服务人民嘛，你可以用负面表列，你为什么这个不给人民做？刚才很同意那个发言人都讲，你很多的资料，很多像台电那资料都要被封杀掉了，他还敢给你看呢？因为我们台湾民间人才多的是哦，你那资料一曝光出来，你说台电的话，以前我们交大这个很多很多这个台电的这高级的这个，这些人也送进来，这个送进台大才送进那个我们交大管研所来读书的，那他们自己都知道，开玩笑那谈天功夫啊，对不对？老百姓知道说，那个什么，比如说我们和顺。一个新政府反核之下损失了那么多钱，把国家这个也掏空那个掏，有的国家就到现在嘛负债那么多嘛，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政府，以前李登辉在当总统的时候就讲过嘛，他怎么带领我们去度过那个亚洲金融风暴，他就是很善用这些资讯嘛，当然下半场也帮助他，所以说亚洲金融风暴，台湾是全亚洲损伤最小的一个单位，最后李登辉下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很会善用这些统计资讯，所以我想这方面的话，我们研讨会方面应该比较有一点方向性的、整体性的去引导，至少把我们以前在交通大学有那观念，我们已经跟政府建议嘛，把政府当成一个很大的资料库，不管是十一住行娱乐，每一个单位都在统计，花了人民那么多的钱，我们人民得到什么？一下来公布的时候，他又怕了，好像他谈电的例子，我们觉得不敢说。这样子，所以我想我们在单位的成立，事实上是非常有利的，就好像以后会不会去听证会之类的，政府的官员来参加，我们把问题丢给他，就不是说一直争辩的，辩到他最后，他就是很多资讯就曝光了。人民的话有知的权利，还有透过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透过这个来改善我们人民的这个幸福的指数嘛，不然大家闷，什么都闷，政治也闷，经济也闷。好，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运用我国部所讲“十一住行娱乐”这个东西，把我们自己的那个国家已经有了各个统计单位资料，就把它公布出来然后我们这个单位就很重要，我们电脑手也许就很重要，后面我们一直要跟政府的去做联系，而且每一个月只都定期我们要开会。好，那他当然做没有了。老师报告，老师，我们两个礼拜都开一次会，然后每个礼拜未来还要每个礼拜都要开。但是这个开会老师需要人多，我们这个协同关系也很好，因为我们这些全员去参与。好，没有问题，还有这个希望。好，老师，谢谢。好，不好意思，因为时间已经很赶，大家肚子都很饿了啊。有没有要回应吗？好，来回应一下。其实本上我就从基本上不错。对的，那我们来讲，所以你要学一个国家的话，就从小先从我们这样学，要从小先做。好，那我们联盟呢，到时候会做一个应该入口的时候，我会带他们来，希望可以大家的意见，我们一起来跟政府说，我们要这个资料，要这个资料。好，今天就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谢谢。